观众霸场进入倒数16天的时间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令场所是持续来加强这个陆战的力道。今天早上呢，选在龙山寺的部分来向民众打招呼道早安。我们可以看到，除了令场所之外呢，包括了民进党立委吴思瑶、何志伟以及高嘉瑜都来到了现场，要来帮忙催这个不同意票，包括了民进党的北市党部主委吴怡农以及中正万华地区的3位议员们，全部都出来相挺了令场所。那你来看一段现场目前最新画面。1月9号记得出来投不同意罢免，让场所跟吴思瑶、何志伟还有高嘉瑜可以继续在立法院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服务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绿营呢是相挺林场所，要希望呢能够帮助他挺过这一次的罢免乱流。实际上呢，在这个跟民众道早安的过程中，发现有很多的民众呢其实都是非常支持林场所的，不止摇下车窗呢跟他比赞之外呢，甚至呢也不断的跟他挥手表示会支持。但是林场所也提醒大家了，如果要支持这一个反罢免的部分，1月9号一定要记得出来投票。现场我们可以观察到呢，其实气氛非常的热，也是要加紧脚步来催这个不同意票。